女孩子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，鞋什么吹的？这不是烟，这棉棒口红来补妆的。哦，这姑娘这样，给我来个。你让人家买个长点的筷子，这个太短了。这个什么筷子啊？这个，这是我新买的簪子，它是这样子用来盘在头发上的。你们看，筷子一股头油味，一个字，绝。季总，你要的文件放了吗？你们吃什么呢？小桃面啊，就不咋甜。28色，你要吃吗？这不是糖，这个是眼镜鼻垫，有了这个，怎么起来头发？眼镜都不会掉了。能不买这些奇怪的东西了吗？大哥，喝口茶。什么茶呀？怎么味道怪怪的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桌上拿的。这不是茶，这个是艾草包，它是可以用来泡脚的。